有钱执，大款车打跟斗，尾门撞甩，钱钱一地都系钱。不过千祈咪乱执啊，有晒差人揸枪戒备噶。家人啲钱啊，全部都系由呢架惠安嘅戒款车跌出嚟噶。寻日晏昼，架戒款车车埋大批现钞同埋散纸，沿住荃湾路出九龙，去到荃湾工业大厦对开。29岁嘅司机为咗避开架突然 cut 线嘅私家车失控，撞中石博，再反弹出马路，打咗3个跟斗，再4个碌着地停低，连车尾门啊都被撞甩啦，飞到一地都系散纸，几千蚊噶。同埋52岁嘅戒款员被困，由消防员救出，送院治理。